上两幺，南湾三九幺九，中海今天雷达看到了，下到幺五，预计幺六好盲降。下幺五，预计幺六好盲降，南方三九幺九。幺九五 ，check。高度保持。顺风六九动物可以到尽量保持幺八动以上的速度，在五边拐海里，后面有跟进的。收到了，顺风六九动物。南方五拐八拐，右转给两幺动。正上两幺动，南方五拐八拐。南方五拐八拐，右转向两幺动。对，两幺动，南方五拐八拐。南方五拐八拐，联系珠海幺两三点八五，再见。幺两三八五，南方五拐八拐，再见了。西部六两两九，正常接连幺六航道。对了，盲降了，西部六两两九。西部六两两九，最近接联系保安幺八点四五，再见。幺八四五，西部六两两九。珠海下午好，上午现在九九五拐，幺五号起飞。正常九九五拐，珠海今天雷达看到。九九五拐，我跟前机早一点找吧。一。正常九九五拐，收到了，稍等引导你。哎，九九五拐。南方三九幺九航向飞动三动，左转航向动三动，南方三九幺九，深圳九三九八下到幺两，左转十度，下幺两左转十度，深圳九三九八下幺两，幺两三千九，好的，三九幺两检查 ，S 一千下降，回来双十有左转十度检查，插个队。深圳九九五拐上到幺八，上幺八，申请左转深圳九九五拐，深圳九九五拐航向飞幺洞洞，航向幺洞向幺八，现在九九五拐，深圳九九五拐联系珠海幺两洞点三五，再见，幺两洞三五，再见，深圳九九五拐。南方三九幺九航向飞动两栋，航向动两栋，南方三九幺九，深圳九三九八航向动拐动下到九百，航向动拐动下九百，深圳九三九八，航向下九百，九百三千条件，航向动拐动，航向动拐动，幺五号起飞，右转航向动拐动，条件，下降拐五两五，珠海经济雷达看到了，航道是幺五，飞往 POS 一位，检查条件改平，下降拐五两五，收到了，天上高度。了现在九三九八航向幺两五可以盲降跑到幺六，现在好了。航向幺两五可以盲降幺六号，深圳九三九八。航向幺六号，幺六航道。幺两五检查。顺风六九动物正在建立幺六号航道。可以建立幺六号。顺风六九动物幺六号航道了。顺风六九动物最近接连去保安幺八点四五，再见。预备方式有。保安幺八四五，再见。顺风六九动物。A 卡是二零。两点拐五两五上到幺八。上幺八，幺两拐五，时间的没什么。啊，阳江拐五两五，现在申请左转。阳江拐五两五，左转航向飞幺洞洞。左转幺洞洞，阳江拐五两五。高度截获 ，check。南方三九幺九减四到幺拐洞下到幺两。减速幺拐洞下幺两，南方三九幺九。阳江拐五两五联系珠海幺两东点三五，再见。幺两东三五再见，阳江拐五两五。航道移动，航道移动检查。复飞航向幺五，幺五检查。这天气很奇怪哈，刚好留了个有缝五边出来。嗯。珠海现在九四洞山起飞停止回。深九四洞山，珠海今天雷达看到上的幺八。留了幺八，现在九四洞山。深九三九八，正在接近幺六航道。好，幺六号航道了，深圳九三九八。深九三九八，距今近联系保安幺幺八点四五，再见。幺幺八四五，再见。深圳九三九八。现在九四洞山申请九百米以上，立即左转，由于天气。深圳九四洞山。幺八四五，调定，检查。好，保安，深圳九三九八航道了，幺六号。深圳九三九八，保安塔台修正海幺洞洞九，跑了幺六，继续进近。
幺洞洞九幺六号继续进近，时间九三九八。幺洞洞九零三个幺六号跑道继续进。波六两两九 ，echo 拐脱离后左转沿 echo 滑到 tango 五千等待。echo 拐左转 echo tango 五千等，西部六两两九。六点多海里。深圳九三九八，宝塔蓝线通报前进行是波音七六七。好，收到，深圳九三九八。放七六七啊，有点慢。放轮。放轮，进行15，速度好，进行15，下了交接货，高度幺两条定，幺两三角检查，进行15绿灯。左夹带是绿灯，着陆点让擎电门连续，连续减速板预位，预位，预位，起落架放下，放下，锦翼三十绿灯，三十绿灯，着陆点让完成，去，早点减速，免得车尾流了，对，它本来也慢，三零九三九八啊，观察一下，如果付费的话，你这个航向能否飞幺九栋？啊，幺九栋能付。看，等会儿啊，稍等。啊，稍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啊，我看左转还是右转？可能幺九栋幺八。三零九三九八，左转是不同意的，证实能否飞航向幺九栋。我要跟他说啊，幺九栋是可以的，但是要往幺九栋的方向飞9到10海里才能右转。深圳九三九八收到了，深圳九三九八收到，地面风是13.4秒，跑到16可以落地。16号可以落地，深圳九三九八，16号可以落地。西部6229，右边是起飞的。嗯，西部6229联系保安地平1200拐，幺两两九，我们可以落地了，可以落地了。要复飞的话，他可能指挥19栋，然后是直接飞，具体听他指挥嘛。顺风69.5 ，Echo 拐脱离后左转沿 Echo Sierra 滑到 Whisky 邀请等待。Echo Sierra Whisky 邀请等待。我们复飞往这边飞，飞到这再转嘛，是吧？不飞南朗就行、是。不飞南朗，南朗可能过，对，南朗穿不过去。南方3919，保安塔雷修罗海1009，跑到16继续进近。好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天气很好。南方3919。哦，除非有那种跑道入侵情况。OK， 或者我的技术原因，嗯，正常脱开，哦，正常脱开，正常脱开，正常门脱开，放这有。现在是顶峰7米，收到。1000，千英尺，检查，稳定进近。顺风69.5联系保安塔台13.35直线，塔台13.35直线，顺风69.5，顶峰现在剩5米，还在减小。500英尺，检查。500。400。接近瞄准，继续往正前方。Approaching minimums。300。Minimums。继续着陆。200。
100, 50, 40, 30, 20, 10. 减速板升起，反推正常。好，彩蓝领导南乖乖六九，就在天空五前。海南乖乖六九，保安塔台沿天狗四滑到 Victor 幺先等待。我有就在天狗四 Victor 幺先的海南乖乖六九。速度六十。海南乖乖六九，声音稍微大点，听只有三个。就在天狗四 Victor 幺先等海南乖乖六九。左转脱离。南方三九幺九地面风幺三动四秒，跑到幺六可以落地。跑到幺六可以落地，南方三九幺九。等待九三九八 Echo 六脱离后左转沿 Echo 滑到 Tango 五千等待。Echo 六脱离之后左转 Echo Tango 五千等待，深圳九三九八。Echo 六脱离之后，然后左转沿 Echo， 第一个就是 Echo。那就这里左转就是了。正式好，左转在 Tango 五千等。Tango 五就是快到朱莉那边了啊，右侧无影响。三方环境吗？海南乖乖六九接近 Victor 幺，很近的，马上就到了，很快。海南乖乖六九联系保安塔台幺三栋点三五再见。幺三栋三五再见，海南乖乖六九。好，保安地面深圳九三九八 Echo Tango 五外。深圳九三九八保安机坪，沿 Tango 五进位五幺栋 Lima。探戈五进位五幺栋立马深圳九三九八，探戈五右转，南方三四五九左转八二六二尾，探戈五右转，南方三四五九保安机坪挂拖车，右侧影响，挂拖车南方进五幺栋立马，五幺栋立马对，机位看到了吧？对，那是五栋九，这边就是五幺栋，对，是五幺栋左左，对，他那个牌牌在那个廊桥上，嗯，看到了，他那个是右，对，没错。有激动，看地面标识就行。这就是不是这个啊？这就是五幺洞啊，我们是立马，但是好，这个是啊，这个是、哦、看到吗？哦，看到了吧？这个。哦好，黄岩灯关。三五五九，看到了哈，是有，我看到了这儿。南方三五五九保安机坪，预计离地四两分，稍等我叫你。南方三五九，收到。这个确实不太好看啊，嗯，还反光。南方三四五九，拖车好。南方三四五九，收到，稍等，我叫你。好嘞。机坪你好，华龙八八九九五六六 Romeo 准备好。华龙八八九九，保安机坪挂拖车。挂拖车，华龙八八九九。刹车。刹刹车。排灯亮。转换。电源转换。关车手是有了。切断。小一百三十。放车切断。南方三五五九可以开车，可以开车。南方三五五九，关车检查单，燃油泵关，关了探头加温自动。运气不错，天气很好。等会儿有一会儿，对，要不然我们今天那个要连起来也进不来，也不好进。晚一点就不好了，那边的天都黑了。有点下了，对啊，这边已经我都看到下雨了，真的晚一点，不晚一点真的不行，我们好在是起飞早，早起有早起的好处。
错不错，运气不错。站得住。哎，增持双车吗？别刷车了。哎呀，刹车松了，都灭了。刹车松了。飞机好的。